优胜皇的最美家庭介绍，两岸一家亲，怀着热爱祖国的心，28岁来到沈阳创业，30年来参与并见证沈阳建设的成果。现在沈阳几经蜕变成了国际大城市，现在我们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居住沈阳。沈阳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是我子子孙孙永远的故乡。相夫教子，感谢我的太太朱淑秀女士在这30年的付出，支持我在大陆的事业。好的贤内助是男人发展事业的基石，事业蒸蒸日上。我全家在大陆主要从事美产品进口贸易、农业休闲旅游、康养大健康产业，因有台办扶持、党及地方政府的支持，所以各项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。二代传承大儿子周玉成在台湾大学毕业后即来大陆创业，并参与家族企业的管理工作，并在祖国大陆觅得美娇妻，组成幸福家庭，并得益公主，公益同行，秉持取之于社会，回馈于社会，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，捐助弱小血溶于水，参与社会大灾难的救援活动，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，台青创业导师推荐及协助来沈阳创业的台湾青年，从创业辅导到生活协助，传承成功经验，介绍沈阳风土人情，增加台湾青年创业的成功率。现在辽宁沈阳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好，各项扶持台湾年轻人来大陆创业的优惠政策越来越多，我们全家除做好本身事业外，更加把来辽宁沈阳创业的成功经验分享给台湾的青年，引导他们来辽宁沈阳创业。